我还看到吗？那个绿啊，新鲜到，哇，夸张哦！又有一车新货来了，这一次呢，登岛的木瓜终于上架了。好多姐姐问我们的木瓜，它是一个夏威夷品种的木瓜，在登岛的当地种植，它种植出来的味道比较香，比较甜哦。中国柿子啊，这也是自家进口，而且啊，它这一次来到非常漂亮，非常新鲜，非常美，看到吗？暗扣扣的，非常好亮。第一个新货看到有好多个柠檬啊、白龙果，还有女王牌葡萄。后面这里是 Shine Muscat 那个中国的，惊喜满满的。我还看到吗？那个绿啊，新鲜到，哇，夸张哦！这个很新鲜，很漂亮哎，真是万分感动哦。哇，硬哦，果身也硬哎，不是我夸张，真的是很新鲜呢。我吓到了，这么新鲜的青葡萄。忍不住要吃呀！哇，喝一口膏，香到，甜到，又多汁又香甜哦，水分又多。其他的水橙、柠檬这些不多介绍了，期待给下个日本水果。10点到货。